赵云，你在干嘛？我在打扫啊。这些好像都很干净。你看。我觉得历史上很多事情都被掩盖了，而且现代人根本都不知道，还在接受着错误的讯息。没错，现在的讯息这么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都很难分清楚。尤其是媒体竟敢对真实历史事件公然造假，所以我决定了，一定要找出历史的真相。我们今天邀请陈立文教授，他是国史馆的主任秘书，对中国近代史很有研究，可以帮我们揭开中国近代史的神秘面纱。教授，今天我一直很期待去进一步了解到底中华民国和台湾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实在非常的好。清朝的时候，中华民国还没有建立哦，是清朝的时候，有一场战争叫做甲午战争。这场是清朝跟日本之间的战争，它是在1894年。战争失败之后，1895年就订立了一个马关条约，清朝就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这一割让就整整的51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1895年一直到1945年，台湾是在日本的殖民之下。这个过程中间，台湾的语言很多人开始讲日本话，台湾的宗教很多人开始信仰日本的大昭天神，台湾的政治开始学习了日本。但是呢，我们也看到，除了殖民之外，日本把很多的经济、交通、法治、守时的观念，甚至对疾病的治疗，也开始对台湾有了很多的建设。所以台湾从1895年一直到1945年，台湾其实是日本的殖民地，并不属于中华民国。那这样国父和蒋总统有没有想过要收复台湾呢？有。其实收复台湾从清朝的时候就一直有人讲。那我们讲到孙中山，他其实在革命的时候，很少人知道孙中山曾经3次到台湾来哦。1900年的时候，他当时要发动第二次的起义，叫做惠州起义。他在台湾整整41天，在台湾成立了惠州起义的指挥所，就在今天现在大概长沙街那一带。所以他在那边，他到了台湾很多的地方，也认识了台湾很多的人。他第二次到台湾来是民国2年的时候，当时他讨袁失败，我们说他逃到日本去，他其实是先经过台湾。他当时希望在台湾能够有所停留，可是当时日本的人不准，因为这时候台湾已经是日本殖民地，所以孙中山只在台湾待了半天。第三次经过台湾是在民国7年，那时候孙中山要护法也是失败，他到日本去。这一次他连上岸都没有上，日本就只让他在基隆换了一个船，就匆匆忙忙把他送走。可是孙中山先在他的，我们如果以国父全集啊，就孙中山所讲的话，他大概有100多次提到台湾。那他非常清楚台湾是在日本的殖民之下，可是孙中山先在当时他没有能力去收回台湾，所以他只是不断地在提到中国失去台湾是一个对中国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他在他的言论中间，在他的演讲中间，甚至他到日本去讲了一个叫做大亚洲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观点，都一再地提到说台湾是中华民国的领土。那蒋中正就更不用说了，蒋中正的日记大概是在民国21年，这时候9·18事变刚开始不久，蒋先就在日记里头说到说，中华民国反抗日本最终的结果一定要收回台湾，解放朝鲜。那从民国21年一直到民国26年，最后中日战争爆发，这个过程中间，蒋先的日记中间不止，大概至少有4-5次都提到说他一定要收复台湾。尤其最有意思的是在民国23年，这时候还没有开始，中日战争还没开始，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说10年之内我们要收回台湾。很巧的后来台湾是民国34年收回的，几乎就是10年的时间很巧。教授，所以为什么收回台湾对他们来说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应该这样子讲啦，清朝也有跟外国订立一些不平等的条约，也有把一些岛屿或者包括香港、九龙，但是台湾是在一个非常莫名其妙的状况之下被割让的。因为如果我们去看那场甲午战争，它是在中国的东北，山东、辽东打。
可是莫名其妙把它隔着非常遥远的台湾这样一个地方，所以台湾是很无辜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清朝的读书人就曾经上书给清朝的皇帝，说台湾一割让，中国的民心就去了。那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历史学家，他曾经写过一首诗，他就说宰相有权可割地，这个宰相指的是李鸿章，因为他当时签约把台湾割让，孤臣无力可回天。所以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或者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一直心心念念想着就是要收回。我们可不可以说，在西方的我们所做的事情规划的，其实以时间为主，不会太遥远的，但是对中国人或是所有其他国家都已经忘掉这件事情，但是对中国人这个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还是会一直追下去，某一天可以把它完整。我非常赞成你所讲的这话，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思想中间的特性，就是这是不是我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国家的整个民族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不做不到，明天你继续，明天你做不到，后天你继续。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愚公移山的故事，有一座山倒在他的门前，他就扛着锄头去锄，去要把这山挖掉。人家笑他，山怎么可能？他说没有关系，我挖不掉我的儿子挖，我儿子挖不掉我的孙子挖，我孙子挖不掉，一代一代的下去，总有一天挖到。我想只有中国人有这样的对一个传承的概念。是，所以说开罗会议的时候，蒋总统也非常就是积极的，希望就是在战后的时候，日本可以把台湾归还给中华民国。是，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就是说蒋先他一直心心念念的要收回台湾，可是台湾是被清朝割让的，所以在国际法上割让的就是割让。今天你即获战争胜利了，他只能够去收回在战争时间被占领的地方，所以本来。就算是抗战结束，我们也未必能收回台湾。可是因为中国参加了同盟作战，英国、美国那时候都支持，愿意支持中国，所以中国就在开罗会议，1943年开罗会议中间，对罗斯福总统和英国的丘吉尔首相，蒋先就提出了，在战后中华民国必须收回由日本所占领的东北、台湾、澎湖。那后来在开罗宣言中间就正式纳入。到民国34年，有一个波茨坦会议，又再度的强调，所以在二次大战终结，日本最后就把台湾归还给了中华民国。那既然就是台湾呢、后来已经回归到中华民国之后，那国父孙中山他的一些创国的理念啊，三民主义有在台湾被实现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历史问题哦。我们看到那时候1945年台湾回归到中华民国，可是你想一下，这时候中华民国政府在哪里？在南京，所以民国34年到民国38年，也就是1945年到1949年，这个四年是中华民国政府完全统治中国大陆和台湾唯一的四年。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四年中间，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就打了起来，所谓的内战。所以最后国民党失败，就一步一步的退到了台湾。1949年，民国38年，蒋先以及当时的中华民国的政府就迁到了台湾。那中国大陆就由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就两岸分治。可是我们看到，就是刚刚你问的问题非常的好，孙中山的理念是蒋中正在台湾实现的，他的理念在中国大陆没有实现。可是你看看在台湾，我们讲民族民权民生民族主义，台湾现在不只是五族共和，对不对？原住民、客家、闽南从中国大陆来的，甚至包括新住民，大家完全一家，然后世界平等待我们。那以民权，你看我们从民国39年实行地方自治，一直到现在总统民选，这个不要说是在亚洲，很多世界很多国家都未必做得到。那再看民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实业计划。孙中山先当初画实业计划，说在中国要建立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现在想想看，台湾台北港、基隆港、台中港、花莲港、高雄港，对不对？对。孙中山先说要建铁路、建公路，你想看全台湾的公路网、铁路网，我们可以说实业计划已经真正在台湾完全实现。那孙中山一起强调的民生主义要均富，今天台湾也是做到。所以我记得 Debbie 曾经问过我说，中华民国有没有照着 孙中山所想的东西去做。我们可以这样讲，中华民国在大陆上的时候，因为种种的问题似乎没有完成，
可是蒋中正的手中是在台湾完成了孙中山先的理想。民主义都贯彻下来实行之后，像现在的全民义务教育，是不是也是蒋总统在撤退台湾之后开始实施？是，我记得我们上次讲到蒋先在民国十八年训政时期就开始推行教育。台湾的义务教育或者国民教育不能够说全部是蒋先一个人的力量，因为台湾在日治时期其实就有小学校，就有小学教育，当时大概已经台湾有60%以上的人是有识字率的。蒋先到了台湾之后，虽然那个时候是风雨飘摇，很多很多的问题，可是蒋先是坚持在台湾不仅仅实行义务教育，而且他强调职业教育，强调补习教育。职业教育就是这个像现在的高职啊，职业的体系，所谓的补习教育就是成人不认识字的重新去补习去学字。到了民国57年，这时候台湾已经比较稳定下来，蒋先就推行所谓的9年义务教育，所以这个也是他民生主义中间很重要的一部分。台湾就是在孙中山的理念，由蒋中正在台湾真正的实践。教授，在台湾我们有国父纪念馆，是中正纪念堂。我自己必须承认，其实这两个地方我常搞混这两个名字，OK， 但是现在超清楚了，OK， 国父纪念馆就是孙中山，是，就是国父，是，然后中正纪念堂就是蒋中正，是，就是后来到台湾执行孙中山的意念，完成这个是。真的是这样的，所以他们两位实在是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啊，国父纪念馆是在蒋中正先生的手中建立起来的。因为民国54年的时候，当时中国大陆在实行叫文化大革命，所以蒋先生觉得说中华文化在中国大陆已经不存在了，他必须在台湾要复兴中华文化。那正好民国55年是孙中山先的百岁诞辰，所以他就在民国54年的时候就推动要成立国父纪念馆，他要把国父纪念馆作为一个展示歌剧、评剧、各种表演的民众的场地。事实上，除了国父纪念馆之外，我们看到阳明山有个中山楼，还有各地的文化中心都是在那几年建立的。你们可能年轻不晓得，我们那个时候每天电视里头或者是经常有那种就是评剧，就现在讲的京剧，它事实就是中国的一种戏曲。因为中国从唐朝开始一直从宋朝明朝下来，就是在戏剧里面去表现中华文化的忠孝节义。我记得我们前面讲过说中国人90%都不认识字啊，你叫他读书没有办法，可是唱戏你随便讲一个什么搜孤救孤，讲一个中国的戏曲，你都会发现它就是谈中华文化忠孝节义。所以蒋先说我们要在台湾纪念孙中山先，我们要在台湾推行中华文化，就需要有这些场地，所以他建立了国父纪念馆。中正纪念堂又不太一样，中正纪念堂是蒋中正去世了之后，当时的人为了纪念可是你看到中正纪念堂现在外面有歌剧厅，对，对不对？有这个国家音乐厅，它也变成了中国台湾最好的文化场地。所以我倒觉得说，其实有很多人想要把中正纪念堂的牌匾拆掉嘛，对不对？我觉得不去谈那些政治的问题，我们看到国父纪念馆也好，中正纪念堂也好，它其实是孙中山、蒋中正他们的中国文化的理念一个实现的地方。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所以其实在整个传下来的这一条线文化是超关键的，是，真的是，我深切的感觉到中国文化在台湾是保存的，而且我想以国外的人来看也体会不到，因为这个文化这个观念以国外西方的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文化，但是依我听的没有中国文化这么深的，对，也就是跟所有一切的事情都是结合在一起，结合的也关系很
很深刻的。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其实就是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婉伦，你觉得中华民国从大陆撤退来台湾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就是那些在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国宝啊。哦，还好我们姥姥那时候都顺利的逃了出来。你记不记得啊，那时候教授有特别跟我们提到，在中华文化当中有一个叫做王道文化。王道文化，哎呀，糟糕了，共产党在中国统治了60多年，可是他们完全不讲王道文化耶。这样共产党还能代表中华民族，还能代表中国吗？当然是不可以的咯。那怎么办？所以啊，就要靠我们这些善良的人来告诉大家咯。好，我一定会告诉大家的。是，我觉得谈到故宫，那个真的是一段非常了不起的历史，不仅仅是搬到台湾。我们可能不知道，故宫文物是当时在抗战的时候，当这个日本的军队快要进入到北京，蒋先当时就发动整个的故宫，把北京的故宫的文物开始往南迁移，一直经过南京，然后广州到了武汉，所以我们后来在四川的时候，他就在重庆。等到抗战结束，本来是要把这些文物送回到北京去的，可是还没有到北京，还在路上，还在广州的时候，就发生了国共内战，所以蒋先当时就决定暂时不要送到北京，就留在广州，后来就送到了台湾。所以到现在，其实中国大陆有的时候是认为说台湾抢了他们的中华文化的文物，可是真的像你讲的，这些文物如果不是在台湾，而是留在中国大陆，当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恐怕就已经被毁得干干净净。但是台湾所更应该的是，在这些文物、这些东西在台湾这样的一个保存，中华文化的根源在这个地方，实在我们是更应该去体会到孙中山、蒋中正这样一路下来跟中华文化的关联，而在台湾而且重要性是，其实就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些物品跟文化很直接的关系，是也大家也是蛮看重这些事情。是，我想外国朋友来台湾，第一个要去看的就是故宫博物院。我看过呀，我有带过我的家人去看。哦，是。每一个，你看了一个小玩的，看起来没什么，但是它的背后的故事是超多的。是是是，而且这些文物可以看得到中华文化哦。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翠玉白菜，有，那是故宫很有名的。可是翠玉白菜它的质地其实并不是故宫里面非常好的文物。可是它为什么特殊？它是我们讲珍妃，就是光绪皇帝的爱妃啊，珍妃，她的姐姐叫景妃，她在要嫁的时候，她的母亲送给她的一个陪嫁的东西，所以它是一块翠玉雕的白菜。因为白菜就代表这个女孩子清清白白。它的上面有一个虫，这虫叫做中丝，它是非常容易生产的一个虫，就代表她宜家宜室，多子多孙。你看，这就是中华文化。所以任何的一件文物的背后都可以看得到中华文化。当然也许他在把这些东西搬到台湾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他会一辈子留在台湾，可是如果没有他做的这些努力的话，今天中华文化、中华文物很可能很多都荡然无存。而且我记得蒋总统还把那个国父的生日那一天也定为就是中华文化的复兴节。是，中华文化复兴节，而且他把国父的逝世的日子定为植树节，因为他觉得孙中山非常重视保育，重视森林绿化，所以你看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特殊的，把政治跟一些文化结合在一起。教授，你今天跟我分享这么多的历史上面的事情，但是我有一个疑问，这么多的事情是这么久前发生的，你怎么会知道都是对的，这样子发生的？我想蛮多人，包含我自己，也会想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读历史的时候，一直会去判断一个，就是有一个基本的历史观。历史的本身它是真实的，比如说哪一年哪一月
哪一日发生了什么事，有哪一些人在场，他们说了什么话，他们做了什么事，这些东西在当时都有记载，所以基本上这个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可是这个人他到底怎么想，这件事发生了以后到底发生什么影响，我觉得这件事是好的是坏的是对的是错的，那个是别人的看法，它是一种判断，是一种史观。所以我自己个人，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历史的事件是真实的，可是史观或者是去看历史的态度，没有所谓的真的假的对的错的。所以真实就是像当时有一些什么样的记录哦，现在的档案，尤其是我们讲民国史讲现代史，在台湾有国史馆，中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有国防部的史政编译局，然后有这个档案档管局档案管理局，在中国大陆有南京的二档馆，有上海档案馆，有中央的中央档案馆，有重庆档案馆，有辽宁档案馆，各地都有档案馆，每一个档案馆储存的档案都是数千万件，所以对我们读历史人来讲叫做上穷碧落下黄泉，到处去看史料，那个绝对不是今天网络上的几则新闻然后是几本书就可以概括的。像我自己研究抗战史，我光看抗战史的史料，可到最后走向外交，抗战时期的外交我都看了几十万件的史料，所以那个真的就是我刚刚讲的真实性，我们不敢讲，但是我们去追求历史的客观，也就是我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而且历史要看长远。你今天只看民国34年的蒋介石、蒋中正，你可能看不出他做的事情的对错。可是你如果从民国14年就一直看到民国64年，看50年，你大概就可以比较看得出来。所以读历史的人要活得长命。同意。好，我们来庆祝。吃蛋糕。庆祝你对中华民国历史的了解。好好教授，我认为更多的人该去学习历史，是，我也觉得真的是你看我这三次学了那么多也那么容易就是透过一些故事，是，所以历史是很好玩的，就是看你怎么去传给人。就希望你们的节目有很多人看，没有问题，一定的。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真的谢谢，我真的搞清楚蛮多的，太好了。